成都的朋友说呢，西蒙发挥很失常啊，不应该有这么多的失误。对，像刚刚连着的四五个出界的失误、啊。关键还是盖德他在场上的这种调动的比较好。盖德这个球打，一始终这几分在调动的西蒙三分锁的这个球路。出界了，桑托索来发球。他们俩的网前技术应该说都是比较出色的。球改得没有搓过网，13-15。哦，这个球弹很漂亮。14-15，桑托索追到差一分。所这个网前应该说刚才放得非常好，通过网前练习得分。盖特以这个认为这个对手这个球拍过网了。现在双方打成了15-15。16-15。操之过急啊，往前已经抓到机会了，其实还是显得失误偏多一点。跟盖德比呢，显得还是稚嫩了一些吧，其实。火星游客说，盖德有网上的教学视频，很有爱的球员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盖德老师。是，这个网上很多的他的技术的这个分解的图啊都有，还有他的视频。角度了，16-17。那么桑托索现在还是落后一分。盖德是要求换一个球。盖德来吊了桑托索，出界了。这几个球盖德打得非常主动。
来 start。现在场上比分是18-16，盖德发球。动作，但是已经出界了。他是做了一个假动作，对手以为他要打他的左半场，结果打了一个直线，很可惜啊，球出界了。现在是17-18，桑托索来发球。失误，现在双方战成了18-18。比分打得真的相当的焦灼，一分尾分。但是还是通过抢到这个高点以后，但是对手很难判断这个球是怎么出。今天盖德相比前几场比来说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一点，对，没像之前一样第一局先是输掉哈，但也不好打那个第一局，对，这个桑托索打的还是比较急，盖德先拿到第一局的5-2。根源还是在于盖德对他的控制，盖德打球还是比较老道一些。盖德今天的状态真是上来的还是比较快了。咱们这位中国游客说呢，四川省雅安市游客说呢，盖德在西蒙失误颇多的时候加强了进攻，实在是聪明的打法，老将就是老将。那当然，对方出现了空档，一定要是没追赶上去。后面的这位朋友说，学羽毛球学了一年了，一直想把球拍打响，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把球拍打响。他这个你看看，专业运动员他那个球拍啊，打起来声音非常脆，非常好听啊。对，他的磅数拉得比较高，你像专业运动员一般的都拉到30磅以上，像咱们业余选手一般的拉20多磅可能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他对弹性的问题对跟这有关系了。但是一般的业余选手他拉高磅以后，他那球他是打不动，越拉他需要你自身的力量需要比较多一点。双方马上要进行第二局的比赛，盖德首先来发球。这个球好像是桑托索推球将。